班老师就该当奴才。就是要去国小当小姐，那一次我刚好有事情，然后请另外一位老师去，就那位小朋友竟然回家哭诉说，妈妈，那几个我们是老师来接我，我会怕。你是打算加入异能界是吧？不是，也很好，然后妈妈就打电话哭诉我们说，那个可不可以请你们下次要接小朋友的时候呢，跟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就想说，我们都已经出现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